当当当当，痔疮专用坐垫。像你这款半身不遂吼，大家坐轮椅的人，迄早晚就是床啦。所以这款物件早都应该买啊。来啦，我来给你倒三缸啦。冲啥？不要来倒三缸哦！戴美芬，你是到轮本周看来的呀？来倒三缸啦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叫叫叫叫叫的！哎呦！噔噔噔噔噔！哦，干妈！哦，你这足瘦的呢？你今天衫咧我穿落的时阵，你看。内底都搁穿束裤，无真正穿袂落。也搁有啊，我本来就是我身材足好诶，结果穿了只阮人人啦，竟然多塞两个水饺，哦，即马巴姨差点掉出来。哎、欸，我无穿唔知呢，穿完才知讲，你身材内只好啦，哈、哦，不过三哥安尼爱你爱35年，即马敢若像迄落叶组长那个青春的肉体哦，甲你有拼。等你分，是安怎你穿我的衫，挂我的主播？哦，无啦，干妈。我是讲你今麦拢坐咧轮椅的对无？这水衫穿无几遍，这怕算啊！我们应该吼要物尽其用，赋予它价值。参照这卡，你看更了也无挂啦。我看这卡哦，上加几啊十万咯，1500几万。哦，难怪我都觉得戴起来有点重，1500几万。哎呦，这样以后我要小心一点。单离婚。你真正有较超过呢？干妈敢有讲这物件要借你？搁再讲，你敢有干妈的气质？无嘛，厚就是厚啦，穿衫嘛同款是厚。对啦，我虽然无干妈的气质，也不过我有她的身高啊。无你现在想哪？你今麦穿袂着，你目眶浅。阿贤呐，搁再讲干妈，今麦哦感情，对不？伊会当活外久，唔知呢。大家的物件放你遐无挂，啊，家己遐咧用着，很可惜啊。干妈，干妈，我是干妈讲吼，以后你若是挑伊啊，对不？这物件哦，说实在的，唉，就我来接收啦。你不用不好意思，真的一点都不麻烦，真的、啊。你看这啊，都免盖啊，挂起来多多好，你看。单离婚，你莫袂记你的身份是康复哦。你甲干妈这個。半身不遂，还有脚掌叫我看到正气的人等你在家，你真正有够无负责任的呢！你给我气的啦！跟我斗三工啦，干妈抱起来啦！我要干妈用这痔疮专用的坐垫。你现在有没有讲错？1500万，你叫我做这么粗重的工课，嘛不然你酸啊拉拉去，你背起吗？哈？哪里你不要给拔落来哦！你若无给拔落来，我就告你偷窃。我是跟干妈借的。我若偷摕，我会提出来，你看我咧头壳歹用，讲对无，干妈？恁两个啊，冤也袂最大，我感觉真最大。拜托的，有啥人当天一杯茶喝恁的？嗯，啊，你无听着？老好伊口渴啦，倒茶啊！哎呦，你谁哦？急着摕茶水果啦！那冰箱的菜摕出来哦，切切碎碎的，好不好？要那个冰箱最下层、最里面夹的那个什么豆芽菜啊，摕出来慢慢的，好不好？紧的，脚就紧，干妈饿了。别什么什么代志都爱我做，你让我免做。1500万，你要靠人挂这個？你切菜，你搬豆芽菜吗？这哦，算就就是惊臭车，惊爆了油车，你懂不懂？干妈，这個、玛利亚真的有够超贵啦！你两只都一样啊？哦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哦，那我真的要介绍一下，我呢就是那个。老好诶，身边的妈子啦，就是咧画威武的迄个，画威武的是包青天呐。哦，哎，那你也会看电视哦？不管啦，反正哦，干妈上头耍的是我阿弟咧，你就是那个剑碑，哈，就是那个随时被我拖出去斩的迄个，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，别搞硬吃硬挤。跟你讲哦。我唔来，要应吃应急，我快要尬死你啊！潇洒不？我你唔拿讲哦，开钱吗？我你先把个起卡动手，你知道这个在古代是要诛九族，要抄家吗？啊，不行，诛
酒足哦，会去害到干妈，还是性格好啊？但是我觉得哦，还是要打嘴啦。冰冰的，我这个人吼恩怨分明，虽然咱都拍到冰冰去，但不过你讲一句话，我真的要给你拍拍手。因为呢，这里提醒干妈一件足重要的事。干妈，你讲那么唔对，卡早有一天呢，你吼死了后，你所有珠宝拢去那个药妆店提去，你是惊死，对不？所以我干妈，你应该吼，把你那珠宝吼交代给你吼，一世人上好的朋友，但是不是孙叔叔哦，不是我。啊，因为上起码吼，哎，我还会穿哦，穿穿嘞，啊，挂挂嘞吼，来你去梦境哦，甲你 say hello 有没有？有人家到去夜店的时候 say hi， 嗨嗨嗨，哦，好热闹，你看啥未？安怎？今晚景色上好势啊，连我昂星的代志拢替我想清楚啊。奶奶，我问恁啊，要去拜拜时阵，是不是连你想要穿什么衫都已经想好啊？干妈。有备无患嘛，人俗语不是咧讲有水当思无水之苦，对不？我当然就是爱哦，有干妈当思无干妈之苦啊。我等于是爱咧想讲，干妈要死啊，干妈要死啊，到底跟你人真正死啊，我们才可以承受得住那个打击啊。跟你讲屁话听，白忙了。干妈，你敢有想过啊？迄医生有可能母唔对去啊？啊，伊即马讲你有癌症，啊，不过你嘛有可能无癌症啊。你到底要跟我讲啥？真正，你是安讲话无啦？干嘛一直咧癌症、癌症、癌症、癌症，一直讲，干嘛都无想要听癌症，就跟你直讲癌症，你敢不知要死的人都不爱听这？我来替伊讲，伊意思是讲吼，这个医院哦，一家医院检查讲是癌症，可是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你要到另外一家去检查，再做第二次的确认。对啦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干嘛？我就是讲，你是不是要去第二间，啊，搁第三间去检查？医生若是讲你真正有癌症，安尼才真正是有癌症啊！哎，咱离婚啦！这是我的想法呢，你来偷我的 idea， 啊，你的 idea 唔对就拍的呢。啊，是不唔对啦，这个哦，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若是一直确认了，蛮不离做十遍，十遍拢确认讲你是癌症，哎，干嘛？你都要贴贴细细吗呢？你连那个最后一点点的希望，最后一点点的侥幸都没有了呢？哦，两个都别讲嘛。冰冰啊，我拜托你，以后看到你，你莫介意我安尼用的呗，我连我甲我头壳拢疼起来啊！有听你无？以后就听我的就对了。啊！时间无早嘞。哎，冰冰，你甲我来去中药房一下，我要来贴一下安胎药啊吼，叫我们小文哦安胎一下。你现在这帮想空想胖的呢，要补嘛轮袂到，你来补啦。啥？那不是我来补？哎，巴肚内囡仔是用。喂。咱离婚，你要提一个放上头，去外口放上哦，所有人知无？我来干妈，我是想讲，哎，这个囡仔若是出事哦，头一下叫阿妈，是叫你呢，所以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他哈。马屁精，啊不是这谁啦？哦啊，我拜托你，莫跟我那出去，出去，那出去。听到无？你讲你啦，叫你出去啦，伊嘛叫你出去嘞。好啦，紧嘞啦，行啦，咱进入房啦。冰冰讲了无对，我不应该安尼对你命，我应该爱加检查几遍啦，这样。